谢谢指教，这样子我就是深切的反省，阿嬷也过世了，所以因为我不想再造成受害家属的二次伤害，因为我觉得婚姻是一辈子的事情，我不太想要冲动行事。但我有先去做检查，婚前检查，那种顶天那样，一周六次正常吗？他说要正常有，要两三天再一次，然后太频繁不可以。其实也没什么炮火，就是，谢谢指教这样子，我就是深切的反省，这样我是不对的。其实这个东西也不好说，因为阿嬷也过世了，所以这件事情我一直不愿意再去重新谈这件事，是因为我不想再造成受害家属的二次伤害。对，我就觉得这东西就就可能就是他们。会有私底下的一面，那不对就不对了，这样。这我也不能去评论别人，因为我自己也没有很好啦。我坦白讲，对啊，我去讲别人那个没有意义，所以我都没有发表任何那个啊，对啊，就是该怎样就怎样，那社会自有公平嘛，那还是祝福大家这样。最近跟欧拉还有继续拼坐？最近要可能要等这阵子忙完啦，因为我今年项目也是要多一些。对啊，忙完的话可能要顺其自然，但我有先去做检查，婚前检查，就都是正常，活动力还不错，医生说还不错，但没有到那种顶天那样，一周六次正常吗？棒，水准之上。医生是叫我少一点，因为他说要正常有，要两三天再一次，然后太频繁不可以。前一阵子老高结婚，他求婚就是那个钻戒，有可能拼得过他？我吓到，那我可能没办法。那个13.3，我真的是有点，对对对，我有点惊艳。可是你现在是 rich man 呢？rich man 呢？没有没有，但那个是真，他那个等级是太高了啦，没办法没办法。因为我觉得婚姻是一辈子的事情，我不太想要冲动行事。对。